老铁们，我刚睡醒啊！现在这个科技啊，日益突飞猛进呢、啊。所以说我先不找对象，不结婚是正确。以后那机器人啥样也没有。哎，我刚有这个想法，然后那个看手机就给我推荐了这个事情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呀、啊！现在的机器人走路都这么逼真了。你看他推车的场景，那是真的很自然。要不是看到上面的话，估计没人会知道。看到那个大美腿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接着又刷到了一条这个字，你们总说魔术是假的，今天就让你们从后面看看人是不是从后面钻进去的。这次总没有看到人钻。这魔术这么神奇吗？来，再看一遍。到底是什么原理？你们总说魔术是假的，今天就让你们从后面看看人是不是从后面钻进去的。这次总没有看到人钻进去吧？你现在给我解释解释，这到底是什么原理？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？如果是科技是真的，那魔术魔法也是真的呢？还是那句话，我有一个想法。